小胖，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家刚买了最新的一体式空调，想请你们过来玩玩。但我们还要去巡逻呢。我还特意准备了这么多冰淇淋和饮料，太可惜了。其实我们可以等到下午再出去巡逻的。对啊，现在天气那么热，应该没有人会出门的。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刚才小青不是催我吗？小青说适当的放松是应该的。小胖，我们这就过来。我们是小小守卫队，我们要打怪兽。小朋友们注意防晒哦。哇，是红红龙守卫队。嗨，红红龙守卫队，你们好啊。我就差最后一块就拼完了。哎呦，好痛啊。等等，我来了。小胖你好啊。大家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小胖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不小心弄伤的。木木，治疗喷雾，以后要注意哦，我给你消一下肿。我感觉好很多了。好凉快呀。你也觉得这空调不错吧？有了它，我的夏天会过得很舒服的。太爽了。你们再不过来，冰淇淋就要被吃光喽。嘴下留情。饿死猴了。和宝莲，我好想回家吹空调啊。幸福能量才收集了那么少，再不勤快点就要被秋秋博士抓去做实验的。和宝莲，三毛，我感觉我要不行了。二毛，你振作点。二毛，我看到了冰淇淋和饮料，我好想吃。哪里来的冰淇淋啊？你脑子热的都出现幻觉了。二毛，我不能没有你啊。何宝莲，真的有冰淇淋啊。别烦我，我在和二毛做告别。什么冰淇淋？是啊，红红龙守卫队在吃冰激凌呢。我们那么用心的捣蛋，他们居然背着我们吃喝玩乐。侯宝莲，我们要做点什么了。必须的。怎么，你想干什么？不是进去和他们一起吹空调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吉吉，香蕉兵团出发。找到幸福能量了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让你们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。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热啊？哇，42度，空调关不掉，它应该坏了。好冷啊。木木保暖袋，大家快拿保暖袋。我好像感冒了。我也是，这么巧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又冷又热。这么好的空调不让大家都享受一下就太可惜了。叽叽，刚好我想的也是一样。叽叽，测温枪。
默默，我没是的。小鸡，你发高烧了，需要立即降温一下。火火龙守卫队，快帮帮我们！香蕉兵团想把我们都吹感冒。阿啾！救命啊！放心，我们会帮你们的。我们现在可以休息。大家都要乖乖休息哦。玲玲，我们我被发现了，我们会帮你们的。红红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谐。能量在你的心中让它实现，齐心去挑战波浪和平的世界。剑龙救护车，谢谢你，默默，好暖和。默默，救救我！来感受冰冷夏日吧！龙机甲形态转换，
细心照顾我们，我们才会那么快和感冒说再见。嗯，哈哈，是的，我也非常赞同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回基地了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夏天最热的一天，我们最好撑把伞回去。嗯，谢了，彤彤，彤彤太贴心了。哎，好热啊！嗯，哎，哈哈，啊，你还好，我准备了一个奶酪味冰淇淋。嘿嘿，嗯，大家别走那么快呀！哇，好热啊，我的眼睛快要睁不开了。我的奶酪冰淇淋。我连一口都还没吃呢。